哪有什么差？嗨，模糊，什么阳光小白马？那是什么？心变色吗？阴色暗暗。不好了。走啊！可是好像是要组那个吧，连接小队吧。就还是是我，要组一下对比较啊，好，是不在是？野外如果想看到想打的，可以直接打，就不用回来接任务。哎，组队连组接队。小队要怎么连呢、那我看看哦。啊？连接哦，队伍。对。哦，看看，我要了，我正好，在邀请中。显示邀请接受。哇，哦，有了。你的 ID 有87耶，主要跟你讲，谁？你呀哎，EV 呀，八七，我有八七吗？对啊，你的 ID 有等一八下，七啊，我看看。8783。我就差个 A 而已了，5MA。可恶，这个账号之后也是绑定用的人账了，号，哦对耶，那正式版对发吧？售应该要重捏一次吧？不用啊，PC 会那个哦，就会不直接用继吗？承，对啊，所以才跟番茄说你好好哦，捏，这会继承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后要面一定会好说好的感改一兴下趣。脸。没事，然后没你就事。看到他一直戴着头盔。对，不敢，没有脸见人。没有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怎么了吗？可以啊，模糊可以啊。我们有连接到队伍了吗？阿姨要。应该都有。你就我说们打什么？啊什么？我你看想？一下。哇，你真的要再练一下哎、欸，你的喉咙，练久了喉咙就开了。他裂成了，喉咙就开了。番茄应该是打到他只打两屁次兽，对吧？不对？异兽，我只打那我屁们去兽。打个，那我们去打个沙海龙吧。好啊，好这不啊，是那个他我们也还还没没打打的，过哎。对。然后这时候按暂停啊，直接听邀请。有，行囊案，承接并出发。承接并出发。那我还猫饭是在哪边吃啊？其实我也没吃过猫饭。哎，我也没吃。没事啊，去野外，嗯。去野外吃，去野外吃。然后这时候按一下那个，你们是都手把吗？那中间的那对。个很大的戳下去，才能再哦，临时触发。哦，原来对。我还在那边等，等待出发。对，我昨天也很慌张，我说哪边怎么还好像剩我还没出发。OK。然后待会我们出去啊，你看是要在门口直接吃，还是要在龙附近再吃也可以。我们去安妮家吃。我我刚没刚有先家偷哎、欸，吃我了。没有家，我刚刚已经跑回帐篷吃了。这要去这里，
就走出来一点。你这样捧也可以，对，你出去吃也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有没有这样子？萤火料理。你道具袋切那个，对。啊？怎么切？萤火料理。哎、欸，只是他这一次的吃东西要消耗食材了、欸，不是无限的了、欸。对啊。让我觉得哇，不想吃肉了。面带吸萤火炉吗？对啊。你吃那个五十分钟的试试看。你吃下面有一个可以追加料理的。推荐料理。我看到了。哇、哦，有点像笛子，我想说怎么会有声音？哎、欸，他们今天跟我讲说让我试试看举盾，什么意思啊？举盾啊！你下山，你下来下的话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录音笼，这个录音笼不受控。你先按下那个方向键的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你的脸。你看你的脸，你看你的脸。我没有怎么样啊。你的脸很丑吧？我看一下。没有啊，很正常啊。哎、欸，你的脸不会、欸。对啊，我的脸一般人举盾的话，脸会变很丑。说，他们都跟我说你捏这么好看，要不举盾试试看？我想说啊，你看我脸，你看我的脸，你看我的脸，为什么你不会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不会？我不会、啊。为什么不会、啊？你不会变很丑哎、欸欸？正常。为什么是小片手的原因吗？我觉得是哎、欸。你为什么看着好像闻到什么？不是，你们都去换片手线嘛，你们就知道啦、啊。我很正常哎、欸。为什么长得漂亮了不起哦？大小片手的差别。哎，你们都没有、啊？刚刚在过去了。没有，刚在石头上。片手剑才会变丑吗？所以大片手没事，所以是片手玩家的问题。他武器了，繁星。我不举盾就好了。变丑。我不举盾就好了、啊。你要拿盾起来就好。对啊。都叫片手剑了，怎么会有盾？冲啊！我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左边的 ID 会有隔一个空白键呢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，一个空吧。我等下去改英文名字，我们都叫中文，可恶。我不记得另外一个副武器拿大锤哦。怎么拿弓箭？我不知道拿什么，就随便拿了一个锤子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多戳一点伤口啊！原来这可以戳，这伤口是戳出来的吗？对，你的头可以有，身体也可以有，尾巴也可以有，这一只啊，多戳一点啊！真的，那我们帮你多戳一点。哦，伤口可以当戳，没错。好了，快点，安妮，快点。我换弓箭，他前面两个已经被我拿掉了。哦，哦，他好短。哦，不要来找我，去找番茄。啊！他不喜欢你，不喜欢我。哦，我没有带引爆弹。下去吧。这个是要下去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不要，不能下去，不能下去。哎，不用吗？哎，我那天打，他把一个屁兽扯下去。对。所以这个不是那。那个是陷阱，他的陷阱。就像以前的那个角龙吧，我自己爬上来啊，救什么？救命啊！
哎，又不见了。就放那个。闪光，闪光弹无效。他潜下去了。下去了，他走了。他走了。他走了。被缠歪。哎，他们在打架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录音龙会乱走啊？就是会突然一个折返啊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啊。对。我觉得他好像那个要再做的聪明一点，那个计算路程我都怪怪的。他是不能左转再来进，再来进。打输了。要不要停？哎、欸，他回去了。哎、他怎么又回去？啊，他还追我吗？哎呦！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！哎、他怎么爬到上面去了？哦，可以丢他，可是我没有石头。哇！没有石头，接上去了。他对我吐口水。他们两个怎么还在打啊？那个青蛙看起来是在打我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酷！他的三股是要打，一直打、啊，就跟不没有跟啊，就是世界的软化、啊，只是这次不用上去软，你就拼命打同一个地方就会有了，啊，不然就是。对你想办法骑乘去戳伤口。哦，就像我刚刚那样子。对。可是他好像骑乘值还蛮高的感觉。不会啊，你昨天不是我们一直骑乘吗？因为昨天我拿片手剑。我以为你们是那怎样弓箭手？我以为他是昨天望月是那个虫棍呢，一直上的去。对。对，然后我一直换片手剑在玩啊。那我换个武器。啊，不对，有太大了，那种片手剑。嗯，在哪？他走了。他吐你喽！大口木。蛮难捡，我觉得他方向变好难掌控哦。我经常你在乱，你在掰，你就不用脑袋就完了，不是吗？他会到的方向，我觉得很难掌控啊。嗯，有没有可能在干嘛？又跑掉了，真的超爱跑。对啊，才会给录音龙啊。
我是他老家。快准备，有他。看到更灵活是更灵活的，是没错、啊。好像你们那个不是还可以取消了吗？灯笼取消啊。空了的话，对。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你等一下飞上去的时候，你看一下你的右边，不要看龙。对，然后你如果空了的话，你可以取消。他身上怎么这么多烟花？提成喽，来抽伤口喽。有哎，收刀。好了，来安妮来。来，好多伤口哦。哦，没了，下来。哇，好爽哦！现在啊，这一代弓箭真的做得快。这是什么招？谁藏了我的伤口？哎、欸，是我吗？好可恶！哦吼！哦，两位。一死扑一下，剩下后面可能就消失了。怎么可能？不会流啊！对啊，现在尸体可以爬、欸，可以爬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就是挂着没有去拨它，然后回营地，然后发现这边怎么还有尸体没消失？靠过来，他说什么？腐烂，对对对对对，腐败的残花尸体。我在想，他是不是死？他难道是说你再不挖就消失了，还是剩下龙骨了？你挖到的东西会本来可以挖。本来可以挖三下，现在只剩两下之类的。嗯，然后剩下龙骨了。可以马上结束了。可以啊，我们就回家了，就很卡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好看呢、啊？对吧，番茄？我觉得我好看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很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啊！换武器也会被显示哦。哎，你什么时候骑乘的？我没看到。我没有骑乘哎。它显示说你骑乘两次哎。奇怪。而且昨天其实也是你骑乘两次。我想说，嗯，奥佐没做事。哦，我完全没有骑乘到哎，奇怪。哦，抓到。缓冲棍。抓到什么？嗯。弓好玩，好玩，好好玩哦！我看，我记得我看你一直在用那个箭鱼，是不是？我箭鱼很好用，因为我刚教他的。对，刚才繁星教我。他是很追踪哎。对，就是。而且他不耗耐。对对对，他不耗耐，他不用那个蓄力诱导，他直接就是好倒地之后，你身上插很多追踪箭，你再用那个集中直接打。对，跟伤口一个效果。太夸张了，箭太 OP 了吧？你太刀侠，不要吵！叫你太刀侠 OP 吧？太刀那么 OP 了还讲？我这太刀很 OP， 可是使用者不 OP 啊，对吧？嗯嗯嗯嗯嗯，杨嬷嬷不讲话，出点声。嗯，你换武器嘛？你、欸、这是统领的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统领的，嗯，所以就是旁边会有小弟的，对，要丢大便的，我回家拿个大便。他那个大便，他那个大便为什么会就是全部都中大便啊？他们打了跟没打一样。他范围很大，他很大啊。以前也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以前是丢在某一只身上、啊？对对啊，嗯，大一臭蛋。
就主要是这一代开始不是就是有那种吗？生态了。嗯。我有看到那个什么哎、欸，就是，我们不是有那个蜜虫吗？它这一代真的有那个蜜蜂去采蜜草变蜜虫那个过程哎、欸。哦。就是那颗大大的那个嘛，嗯、那个球球、嗯。之前不是就是一颗在空中那样待着，它可以有一个蜜蜂去采那个蜜草，然后自己变成一颗球。那你知道这一代的光虫变怎样吗？我有看那天你玩变好多，好像小强一样。对，他超恶心的、欸，你等一下去看看。你看到光虫，你先不要去抓它，你就直接远远的看它。哦、oh, 啊，它会显示光虫的图案，但是你靠近看真的实体的话，你会吓到。那可以把它变成史莱姆吗？你为什么要吃饭啊？你不用吃啦，你没死，你不用吃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刚刚吃了五十分钟还是？不是，按时间算了这次。哦、OK， 那、啊、如果死掉的话就是没。你按 L1 看左上角的时间。我的是那个电玩酒吧的手把。一样啊，就是左上食指。我没有 L1 啊。左上食指你没有。左上对左手食指。那个肩膀那颗键，肩键。电网酒吧就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，想说人家手把没有那颗键。怎么想说啊？手把会没有这个？L1 没有错，他说 L 没有 L1， 就 L， 通常是 L1、L2 啊，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好像是不是是 LT 之类的 ？LT 对对对对 ，LLT。嗯。而且这个死掉料理时间会归零吗？我会吧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是啊，阿瑟。哦，这声音真的很好听哎。嘣！丢大便的声音。被打。那这个嘣的声音。嘣。都跑了。啊！全部都被臭掉了。哎，番茄也换工了，来，我们来排挤番茄。哦、你显示是，你显示的是公文。我想说，好，哇，这个要改。还是你看的是什么？他是太刀啊，他怎么可能会换武器、啊？他不可能换武器啊。他今天就算把角色改了，也不会换武器的啊。怎么有人骑着洛伊龙砍我一刀？奇怪，番茄。哎、欸，来来，陷阱，就这个。那这个要进去是不是？不用，这是陷阱，这是陷阱。不是，为什么？你到底哪一个是要进去的？没有啊，没有要进去的啊。有一个是要进去的，他被扯到下层之前。哦，对耶，我有看到别人的有到下层的哎。其实我想说，我跟着进去。你我嗯好嗯嗯。是不是底下还有一只啊？沙海龙啊。哎、欸，他没有要打架，跑走了。让我极剑七破兽不要跑，破兽，替兽，替兽不要跑。哇！来了，箭雨预备。伤口。好爽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插在什么小怪身上？练气解放，那个叫什么？练气解放无双斩，我刚用出来。对，新招式。这都蛮确实很帅。怎么确实很帅？不是啊，他就很帅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你看我，你看我角色，不是看我人哦、喔。
怎么按啊？忘记了。好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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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跑去哪里了？好，番茄看哦，你进到这一招。天哪！哦哦，是旺仔吗？那个超虫的算是大招吧。重斩直接半条街，半条剑气。为什么打你？为什么可以打女神？哎哎、欸欸，他怎么只会在我后面？有人一直在下雨，一直在下雨。见雨了。哦，那很好啊。他要走了。哎呦，看到采蜜了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有有。你说湖上那一个吗？嗯。哦哦哦！哦，这是哪里？那个人好可怕！哇哦！老旧的龙雕币，什么东西？没有地上捡到钱。捡到钱，真的啦！而且我也捡到过那个、欸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啊，点数而已啊。哦，哇！我觉得我刚差点被雷打到好几次。别砍了，别砍了！发现到口哨吹不出来，还砍。他是不是所有的武器都没有给奈充啊？哎呀，小怪不要吵！谁得那么好？谢谢。啊！哦，在我身上真的。
还有一个伤口。哎哎哎！不对不对，我们在磨刀。太不理你了。哦，他在打什么？刚才打我。你看他身上有虫，再一直烧他，还不开心？该骑乘了吧？哇！哎，差点被撞到。怎么那么多虫？是什么？哦、大雷光虫。茶蛙带过来的哦，骑车哎，Hello。再来喽，转圈圈啊！活着。我在想，他不是有一个设定是说什么隐藏其他人的录音笼？嘿，对，我在想说那我要骑什么？骑空气？对啊。我等一下关掉你们的录音笼试试看。他身上一直在着火。感谢马雷订阅，那是追踪键。他身上插水鸳鸯。他这个键不会消失哦？有效？会啊，会消失啊。时间还没到。这好久哦。刚刚那个应该是箭雨的吧？对吧、啊？咻咻咻咻咻咻咻！没有射到。哎，我在射什么？怎么有好之下？哎。超热了，你吃肉吗？你说他身上那个亮亮的是箭羽的，对啊，你看那么多根，他跟诱导箭长得一模一样吗？对，一模一样，他也可以诱导，所以我才跟无界说，你就在倒地或是僵直很久的时候放箭羽，那你再放集中模式的话，照样可以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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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哦。所以他落下来的时候没有发光，插到他身上的时候亮亮的。对他，你会看箭羽会有几根特别粗的，就是这个。我想说这谁的诱导箭也太多根了吧？他的腰子还有一颗弱点啊。哎，是我的了。哦。哎哎哎哎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你别急。我的妈呀！喂，瞄错人了！你臭臭的！又跑掉的、啊！没办法、啊，你现在在这边打、啊，很恐怖哎、欸！你可以死，但你不可以死哎、欸！啊？啊！
我要丢飞刀，刚崛起完。哦，对，番茄的名字在我这边还是显示是弓箭，显示 bug。啊，可恶，够了。哎，死掉了！哎，死了！来挖一下仪式感。我到现在都没有挖到一颗玉，哎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我也没有、欸。你不是昨天打到？你不是昨天打到逆鳞吗？对，不是打到的啊，不是挖到的。它不是有一个那个跟对跟世界一样会有那个叮的那个音响？我想上个厕所、哦。去啊！好。我要将你们的录音笼关起来试试看。关别人的，那可以关自己的。录音笼，他自己的好像可以关成，不要让他散步，不然他骑在上面，他一直会跑来跑去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会很占位置。爬到。哎，恐龙。你看，我显示安妮骑乘了三次哎，那我刚骑的是什么？真的哎，我这边也是这样的。他抢我功劳，好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自己骑乘，自己打落点。哎，你骑乘结束的时候会？处决一次吗？还是直接就下来了？会处决一次啊！我之前想说，还是我不要浪费这个处决啊，因为浪费的话就是打一次伤口啊。哦，玉，被你打到玉，阿尔玛。好了，我把你们的录音笼关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变成骑扫把，那也不错啊。我们要打打看黄雷试试看吗？来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啊。上次我准备好猫啊，还要时间到。昨天也是我第一次打荒雷、欸。我有一颗玉哎、欸，兽玉。我之前打荒雷都是进去捡人家尾刀，昨天跟你们打的是，就是从头到尾完整的打下来。你不是还要挑有狩猎敌的打吗？啊，对。那前面狩猎敌没得补啊，就觉得还好。等一下，我放一下那个东西。他会给生命粉尘大吗？只给一般。他有生命粉尘而已。哦，我还没有大的。大要上位才会有啊。哦，补给一下。那就带大的回复药就好了。番茄竟然要撒粉了？没有，他怎么可能？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帮你撒的。对。欸、你好吗？晚点去看他记录档。我的粉呢？我的粉呢？嘴巴讲粉，然后已经兜哥上去了，有没有？他这次魔物可以打几只啊？四只啊。这是第四只了，哦，第四只了，嗯，对，但你可以无限打，
但我不懂他为什么那个大公鸡龙没有放出来，明明也是在这张地图。来来来，我们长怎样？你们有哎、欸？哦，可是你们下来之后就马上消失了。哦，隐藏录音龙是这个、哦、哈？那不能看到录音龙看戏了哎、欸？有看到四只录音龙在旁边看戏，在等我们打完啊？感觉会猫哎、欸，嗯，喂，我刚想说你们人呢？原来你们是在前面是吧？我们一直在什么前面？对啊，我没有看到你们走过去、啊。不是啊，就有人刚刚在玩柱子啊，哦、玩柱子。他的猎鹰龙在录音龙在那边玩柱子啊。可以用别人的诱导键吗？好像不行。不行。对，不行。地喽。精准防御好难哦！哦，哎嘿，起舞！要来吃个肉，随身食物，好。那我为什么出不去伤口？我好晃哦！我人在哪里？我完全看不到我人在哪里。闪光弹有用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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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家骑乘靠腰啊，你还闪？闪光弹，我觉得哦，原来是故意的啊。不是，我也没有带。放弓箭，白痴！哦，我有三把，这边有三把弓箭。天啊！对，那是飞走吗？应该是隔壁。哎，要稍微移动一下而已。啊，就发呆了。不是要啊骑乘一段时间才能按 R1 吗？哎、欸，要打在伤口上啊！最后处决了不是吗？那个对啊，对啊。刚你刚有吗？有，因为我要开我的电锯，所以有。哦、没想到可以直接按 R1， 可是那样这是 R1 三下，然后换下一个位置，我以为 R1 接着就会下来了耶，不是吗？
全呢。哇！好我被他扒到了。很痛。嗯、欸。不要挡我。哦，读不到哎、欸，空音。还是这一招不能精准防御。哦，所以我是要，我好像懂忘有什么意思。我要死了，快跑啦！你不是有生命粉尘啥？我不要，只有闪光弹打，只有闪光弹。太可恶，他到底要去哪里？消耗你们气的，你们现在上任不是超级超级快的？嗯，是蛮快的。前提是你要打中，对我打不中。嗯，我叫出来。打雷好可怕。那按 R1 开伤口跟按三角形圈圈有什么区别啊？轻攻击跟重攻击不是吗？对，那 R1 三下就能出一个伤口，那谁还要按三角形跟圈圈？那冲啥？你冲啥？你冲啥？他回去了。嗯？在干嘛？啊、哦，在打架，两只。哇，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弱点，哇，好可怕！不要来我这里！还没走啊？嗯，干嘛在打？哎哎哎！哇哦！好凶啊！欸、不是那一只啊，我的视点一直在看另外一只、啊、是雷劈。哎哎哎，我的视点变得好奇怪哦。你是不是按到集中模式什么的？哇，我身上有雷耶，好恐怖。哦，我身上这个雷特效好恐怖、哦，我一直在，对啊，感觉随时要被引爆了。好、哦，身上有武器是金属品质的哦。哦，对，啊，这是要带骨质物品、骨质素材。合理啊。哇！萨尔达玩多了。哎、欸、嘿，哦，有个弱点哦。
哦。哎、欸，哦，劈空了！你没有看到？我们三个都看到，三个远程。没事，我爸看到了，没事哦。猎人语啦、啊，很正式吧？没，还是没看到他说。我看到电脑版是有什么日文，然后什么意大利文，对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没有猎人语。又走了，好像飞很高哎、欸，要跑去哪里？我看到那个就是有 PC 低画质的，它这只直接变 3D 龙。哦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那只是变那个什么吧？什么翼龙吧？酸翼龙。我那时候看到在狩猎大型酸翼龙。嗨，我回来了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他两个要打架，还没打完哦。是，我不要拿笛子回来。我怎么觉得别人的追踪键我也可以用啊？不行，错觉吗？我的话你可以，好像不行。怎么这个是要看友好度的吗？好感动，我讲错话了吗？真的可以啊。好痛！电那一下好痛啊！啊，可恶，空了，溃烂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！哇！啊啊，在翅膀上！哦，这太痛了吧！我刚刚受伤了，我惨了，我惨了。谢谢，有吃到，有吃到，我差点要跑出去，没吃到。啊，跑走了！可恶，走了。跟他打架了，可能是积怨很深嘛。到底是？他其实比较想要跟他打。对。等一下，我卡住。你们可以赶快打完吗？不要卡在那边不行。哦，我以为你在说我们，怎么发现那么凶哦？赶快打完。我哪会对你们凶？说什么？啊呜！我也是和尚，好像多了一个可以上任的功能。
又跑、欸、又跑，这一带真的很爱跑。所以我在想，它这个录音笼自动导航是不是因为太爱跑了？对，我像我开自动导航，一定都有啊，预设是啊。你骑上去，它就帮你走。对，还可以关掉。你要关掉哦，好像你要靠自己跑。我觉得我自己跑可能还比较好。你放屁啦！你关。要不要说？哎、欸，你们在哪边？好，你们已经到了哦。哇，我完美避开弱点哎。它尾巴那根还在。它最好是打得到。哇、哦、，nice！ 哇，我以为是，差点要没了吗？我以为我死了，吓我一跳，因为我刚好被雷劈到。对，我刚哇了一下，然后拉，然后画面又拉走。哦，挖到雷域了，耶、yeah ！啊，你手没举起来哦？有钉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啊，哎、欸，我看人家有钉的、啊。哇，你看这些，这是我的哎、欸。那稻草人不砍尾巴，我就烂。他砍不到啦，别勉强他。录音龙都砍得比他好之类的。那么惨，我比录音龙还不如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打到亮亮的眉毛哎、欸，拿到了命云，集中弱点攻击命中，这个是在说谁抢伤口抢比较多吗？对啊，抢伤口达人。番茄用的是三次道具，你用了什么？十瓶的水，三瓶的大水，十瓶水，两瓶的大水，一个生命粉尘。哇，你差点喝完呢！我只要把小水喝完了，反正无限供量。好像是1000瓶，不是吗？哎，也不是无限，没有无限的、啊，没有1500瓶够了，才几天而已。你一场喝10瓶，你10场就没了、欸。那小水而已，好不好？没有1500，十场不是100场吗？对啊，150场，应该说10场。啊，10场就喝完100个了呢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要150场哎，没事没事没事啦。对啊，我有哎、欸，不是这一颗。对啊，我刚有挖到一个雷黄龙的雷玉啊。为什么？雷黄龙，黄雷龙啦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你自己还是还有哪几只魔尾这样叫啊？忘了耶。斩龙吧。斩龙是会飞啦。我记得是崛起有一只龙，它一直名字是叫凡。好像有哎、欸，谁啊？好像是古龙哎、欸。绝影是很多人才两个银绝，对对，银绝龙，银绝龙是他啦，他叫银绝龙。银绝龙。绝银叫成银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银绝比较好听啊，嗯。我们打什么？有没有大狩猎？大狩猎，连续狩猎嘛？你说不回营地的，那就是按你要出去打，然后触发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在外面打就好了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对，可是哦，是吗？对啊。哦、我说你不会回来了，我们应该还是会回来。
你们还是要回来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四个人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跑来跑去。我觉得他没弄好，哎，他可以这样做，那应该是没有弄好。对，因为我感觉他还是要进进出出。对啊，嗯，就是你出了那个大厅的门之后就只有自己。今天这个怎么是重弩？这个怎么看都不像弩吧？这是弓箭。总之，你先摸一只魔物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就会跳出来了。试试看哦，看看打完会不会被送回去。现在吃个肉。对耶，哎，你玩过肉了吗？这次烤肉真的很好玩耶。我还没玩呢。你要先有生肉。应该。帐篷里面有，帐篷应该有生肉。对，帐篷生肉有。啊，可恶！哪个是烤肉啊？一样是那个吗？一样啊，拿它的第三个选项，选下面。喂，那这块都是黑的。你烤焦了啊？没有啊，它没有，我拿出来它就是黑的、啊，还是光线问题。你。哦，你是刚刚拿出来，哎，开始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们有什么反应吗？有，啊，我们是一样要接，嗯，他可以过来一点吗？哇、哦，直接变天呢、欸！啊，至少确定说不开 BP， 我的电脑还是跑得动的。嗯，好、啊，就这样。我说游戏啊，直播游戏不开 BP。你有多少帧呢、啊？跑得动。嗯，会变成25年前的画质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好、啊，应该是不会了。嗯，我要吃饭。哦，我到了。要怎么开帧？要怎么开帧数？只听界面那边吗？对。嗯，在 Steam 设定。然后一个游戏中，然后看你 FPS 要显示在哪个位置，那就算现在来不及改，可以啊，来吃饭可以改，可以，他不用，可以 ，Steam 设定，然后游戏中显示 FPS， 按错，都已经帮你弄好了，昨天复习过了，内容吗？设定。然后左边有个游戏设定，哦 ，Steam 设定，你往下倒数几个，一个游戏中，游戏中，然后，有人打断我吃饭，等一下，35帧哦、啊，现在还可以啊，嗯，有了，读那么久。溜了，来了。喂，刚怎么？我阿尔玛好有用哦，帮我补道具。哎呦，他怎么跑上来？他在追我，我刚刚在他旁边烤肉，然后他打断我吃烤肉，他一直追我。我刚想说怎么往回跑的，是我们是打地兽。对，试一下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回大厅？等一下，我还有屁股没搓，没事。
哦，所以这样我会直接把你甩下来吗？对，所以应该要等我都搓好之后再让你打落点。哦，就是我提前开了落点，把它打倒在地，你骑乘在上面就提前结束了。没错。懂了，懂了。是尝试，尝试。你可以截在影片里面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队友在上面骑，先不要打断。要等队友。前提是你要有队友。有啊，他有啊，他怎么会没有？但是这是要离去的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啊！我说看影片的人不是说喊你。哦，你好坏哦！哪有？我真的觉得将那个小蜘蛛开成史莱姆没有变得很好。那不是更从恐怖变成很色？变很色。我也在想，如果真的开成让那飞蜘蛛，到底会长怎样？它是只改，它是只改小型文物。对啊，大型不敢。对，大的不敢。那下面是差的。一个巨型史莱姆也太奇怪了吧？天使玻璃一样。我没有，还是我吹的，他很喜欢。对，哎呦，哎，又回来了，他。连续挑两次，啊，跑走了。好够。哦，他中陷阱。我也中了陷阱，这边要下去啊，不是的。哎、欸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，下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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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喽。我、哦、第一次来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第一次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下不去了，洞、哦哦哦哦、没了，洞消失了，哎、欸，终于对，哎、欸，你回来了，不是我回到营地了，没有啊，那你回到营地了，我回到营地了。啊！我队友呢？等一下，只剩我跟屁兽了。等一下，我这边 我跟番茄还在上面，但是没有动了，下不去了。可是为什么番茄被送回营地啊？而且最恐怖的是，刚刚有一个 NPC 是那种已经是画质最低的 NPC 突然走出来。画质最低。啥是画质最低？你要录音了，我们帮你导，有办法从其他地方进来吗？正在走。好，我来试一下。这个应该是沙海龙的家之类的吧？我录音，我在录柱子。哦，他现在怎么我放生三个人，我被放生。没有那个绿色气味。他在下一层地图，我只看到我的阿尔玛。我用自动导航，但是突然好亮哦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原来是这里哦。哎、欸，安妮，我跟你说，哦，这里有没有爱就知道谁来了。你看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我来啦。
往这边走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就是从旁边走过来的。你看番茄来了，他是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洞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个洞可以走。哇，不喜欢弓箭好累哦。哇，我的手好痛。手会很酸。对，他这个响域的圈圈是不是比世界的大啊？世界没响域啊，你会有一个哦，那个那个，对对对对，走进去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比那个大啊，欸，但世界没有响域是那个崛起的，欸，我走错路哎，欸。你跟错屁兽吗？他又换去了，跟错了屁兽，有很多只屁兽。我们来那个了，来上面了，你可以来应该看一下。哦，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原本那个位置。哦，原来就在这哦。对。好，那个龙呆住了。我倒是有弱点，哎呦喂，头被敲昏了。你要往哪走？屁股破破烂烂的，哇，好多弱点哦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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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哎，破坏两个，谁扛我？不好意思，我看到歪了，等一下我要死了。哎呦，你，我。我半跪在地上拉弓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把刀砍向我的脑袋。哎，我来了！不行，这个剑。我觉得剑雨的伤害很低耶，那他只是上那个而已啊，上那个啊，欸，那个架来的追踪剑而已啊，追踪剑那个，对啊，就跟之前崛起的樱花气刃斩一样啊，很多人就说不好用不好用，但是用得很开心啊，不用很开心啊，怎么了，对啊，对，而且在这边又显示成双刀了。我每次跟他分开一下下，他的武器图示就变了。好奇怪哦。所以你另一把武器是什么？狩猎笛吧。那你有拿出来吹过吗？哎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真的没有啊。哎，我看到推特上说，就这个旁边这些小的这些小草石龙啊，有色尾。我真的有一个人他拍到黑色版本的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该不会要抓色尾？哇，我是知道今天有个就是草地上的环境生物，哎，哦，有一只就是黑的黄雷。你说是异色版本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那他名字是叫黑啦，就是黑迅猛龙这样子，在草原上的小魔。哦。他们两个要打架。打架打架。想要大便吗？太刀想不应该是两把太刀吗？我也想要拿两把太刀。三把吗？有点重。
不知道他到底给不给带两把一模一样的。怕我没大兵。对啊。哦，对耶，这样可以。我也想要两把弓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啊两把笛子，那我很威，对不对？耐力急速回复，再加上那个。吹完这个，吹那个。对啊，胆位不会掉，那就快乐。我是不合格的太刀侠，我从早都没有吃过过。快乐就好了。对啊，他是快乐太刀侠。我想想，那时候好像很久之后，我才知道我多个这个东西。哈？那你都在？我不知道，我以前都是用计划器的在打。哎，各位小心哦，他还是吹过来的。哎，真的？跑了跑了，没事了没事。啊，跑起来，危机解除。好。然后后面好像才知道谁说那个就是因为不勾哥，我想说啊，勾哥是什么？好。哦、oh, ，nice 啊！嗨嗨嗨！人气过。有挖金的，哎，看错了。有的时候集中打完之后没有接下来那个动作，哪个动作？哦、啊，你是说有时候会有第二段？你是说龙之一时吗？对啊，那你要打得到啊，你要瞄到。我觉得我戳到伤口了，为什么他？因为集中模式第一键不是追踪到伤口上吗、啊？对对对，对，然后。为什么有时候触发不到下一个动作啊？我觉得是你没有，还是因为没有续到三阶？不可能啊！我那时候一两阶就有啊，会不会你没有续到三阶吗？你再试试看、啊。要三个点点？因为我就是贪心，我都是留到三个点。我刚也都是没有触发，我就觉得很纳闷。哦，少了一个动作。干嘛？想干嘛？小高宝，哎、欸，死了！好，等一下看看啊。理论上，确定安妮是不会回去啦。啊，我们的话不知道，看会不会把你们送回去。对啊。哇塞，仪式感！你那个气虫可不可以抓啊？没得盯。有吗？好像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像不见了耶！啊，被送回去了。啊，好烂哦、喔！对啊。就连这种自由任务都……哇，是什么东西？荡秋千。啊，这边空中有个荡秋千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再随便打一只魔物。我带你去那个村庄看那个小鹿音龙，很可爱哦、喔。哦，你说那个，我有去看过。啊、你有去推他吗？他啊、对他有翻跟斗吗？他会转一圈诶、欸。完蛋，要死！哦、我觉得它应该是那个红色弱点，像跟蚕蛙吐舌头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那个啊，等一下，它那个黄雷龙，它会突然头上红红的嘛？哎，嗯，那个应该是它的弱点、哦，但是它会消失。对对对，它应该是暴露了一下下。对对，出破绽。嗯，那个蚕蛙也会突然吐舌头，把舌头粘在地板上，然后再切它的舌头啊。
对，你可以听他舌头。我之前就是发现他怎么落点突然消失了。怎么还没触发任务开始啊？打得不够多。阿哥不如果。在这里。所以你们现在是进去又进去了吗？还没啊，只有我在原野上。哦，是啊，你要打伤害打得够，他才说哦，你要打这只哦。啊、哦，跟当初屁兽的时候一样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在准备，没有人可以讲话，除了那个看伴娘。我想到我以前也是用那个16的那个化妆，然后、哦、对，那时候我改掉是因为淋雨的时候，好像有了你的脸会显示非常的滑，很反光。有了滑滑非常滑哦、嗯，非常反光。在质感那边再调是不是？嗯，我后面就拿掉了。刚刚那个着火应该是他雷劈我，劈到着火。我好像有看到日本那边人家分享说，最后用那个照全脸的，对啊，那个化妆可以改质感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涂了粉底液，有人洗贴图。Wonderful。我要换手机壳了。你要换手机了？壳。壳。哦，我想说你要换手机，因为你手机不是 iPhone 几吗？是啊。对啊。怎么了？你要送我？没有啊。每次 iPhone 要出的时候都我生日哎。真的耶，九月。对啊，真的，都是出售后的几天我就生日了。然后往年我都会说，真的不用啦、啊，生日快到了，太贵重。哎、欸，可以了。啊，完蛋！要克制的话，对啊，把之前想把你的壶拿来当壳。哇！他我死了！他好像大招哎、欸，他大招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弱点，破绽。他怎么嘴一直朝着我？哎、欸，所以你会死去哪里？营地啊？营地吗？对，我们的话好像回营地，你的话应该是附近吧？不知道、欸，不常死，抱歉。不常死。嗯，你们已经进去了，我现在知道。对，他是不是没有任何提示音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不好。不知道队友接了什么任务。我在听到无界惨叫，我想说无界在干嘛，我能不能进去了？踩到虫子了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过刚刚那一招好痛啊！哦、很痛啊！满血直接死。欢迎安安，有小便蛋，小便蛋是什么东西？喷尿吗？我，什么是小便蛋啊？小的易臭蛋呢、啊？就是不用那么大的范围是吗？就是正常的易臭蛋、啊。哦。这是有什么区别？大易臭蛋是范围的啊。哦，所以小一臭蛋是丢他身上，跟以前一样。然后不要一直看着我，妈呀！很爱你。我不射他几箭就不痛。
可是他这个弱点很短呢，是谁的集中模式能这么快打到他？哼哼，下不到他头上。我死了。你十分钟过了是不是？我去吃个东西那边。你现在原地吃啊，赶快吃。嗯。原地吃不会。赶快吃，骗你干嘛啦？我还弄染色蛋呢，他怎么跟那个长那么像？而且染色蛋要干嘛？我不懂。染色蛋是二代的东西啊，就是某路跑的时候，就在他身上，然后给地图上会有标记啊。可是所以我在想说，这个他都给我们讲他在哪里了，我们还要蓝色蛋干嘛？不知道，也可以看到。不知道他这蛋回归是用来干嘛？你不是那时候说分别魔物谁是谁的？谁是谁？呀，你要去那个风什么村的吗？好像已经用船了，是不是？前方右转，对啊，那个风村。欸去看看。对对对对对，反正我还有时间可以玩。华姐姐当手机壳，然后我那时候是说我自己画，但是画不出来，画不出来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在哪里？你没有来吗？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打龙还是在这个村庄？我在那个孤军奋战吗？我自己打了，可是我看不到你们在哪。我看到你了。我跟繁星去小村庄约会了。我现在在看，哎，这里看两只龙在打架。他有小只啊！对对对，你拿望远镜瞄他们。你先拿好望远镜看他们。望远镜哦，哎哎，怎么骑上去了？哎，我怎么下不来？可恶！王洛英呢？很着急带我去打任务。好了吗？他是诺诺吗？啊，又飞走了。这个好像是诺诺、欸，我们救的那个诺诺。你看，你看，会翻滚。你。可爱、欸。而且他们有大小只，哎，有的大一点，有的小一点。啊，这边不能用捕获网，很可爱欸。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队友往这边冲过去，我、哦、等一下你撞到他了，欸，等一下你再撞一次，你再撞一次。因为我发现他有互动，会被推倒，然后就在上面一直踩到他翻滚，然后就觉得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哦，不要看我，这边应该是什么？偷蛋当骚鸟，小心哦！嘣！哎，怎么有个很像飞机的东西飞过来？飞机？下面有个翼龙。这翼龙是？哎，为什么突然变超能虎？哎，为什么旁边有青蛙跟那个海沙龙在打架？哎，又走了，我才到。三只在打架哎。哦，我跑了。怎么？谁的插在翼龙头上啊？那么准？我觉得应该是我用箭雨的时候不小心插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才跑过来追我。
华雷装备，对耶。而且我们这次直接挖到的都是上位素材耶，对啊，你发现吗？都什么残挖的上皮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打上位怪。我丢了染色球有所变化吗？不知道耶，有看到他身上有一个绿绿的一个圈呐、啊。好像还有什么小地图上也有光波，但有用。小地图上有个光波哦，真的耶，黄色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。要走了，没有回来了。没有没有，还在这。我变粉红色了，我有变粉红色。快夸我！哈哈哈！你做了什么？我刚刚没看到。啊！我刚没看到。穿围着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再一次。但他等下飞起来呀、啊！你看、啊，闪光弹有效。那他刚好要开大了，有点害怕。嗯。哦哦哦哦！弹！哦。把你把刚刚身后那堵墙都炸红了。对啊，看看墙都塌了，知道了吧？我没有叫那么激动。哎，齐了，等一下哦，等我哈。好啊。哇！这样子我也会被打到。对，而且一样痛。我打边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不处决他一下吗？要处吗？浪费一个哎、欸，好吧。哇，好像也很强哎、欸。快闪他！哎呦！啊吼！真的夸张，全都是追着跑。嗯，这么高也不会摔伤嘞。你玩的是魔物猎人，没有跌落伤。摔不死，永远。永远。永远 forever， 你们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听着，永远，是不是不需要瞄准？对，基本上不太需要瞄准了。没有打架，你要进我去电梯上面。哦，这不是他的尾巴。你把什么看成他的尾巴？他的那个翅膀那里可以看成尾巴。嗯。什么？
你刚看完番茄一支双刀哎、欸，有效。太夸了吧？没有了。我看他那个陷阱也会写有效，对啊，藤蔓陷阱有一些，有一些什么去拿陷阱撞古龙之类的人看。没有吗？因为你像那个什么金狮子雷状态，不吃雷电陷阱这些，其实他也都没有教。应该变成好笑，可笑。哎，为什么突然撞我？奇怪。我还在看戏。哎、欸，不要看我，拜托拜托。怕是要仇恨。哦哦哦！掉下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爽哦！还想走？哎，还是跑了。弓箭的快乐。丢诱导弹，诱导弹是什么？诱导弹是阳弓吗？把你拉过来，拉到你的区域，就换区啊，可以强制他换一个区域，或是跟其他的，你懂吗？不是那时候宣传片有，就是把带去给什么刺花之不打。哦，他是丢了诱导弹。对。你可以引到落石下面啊，引到哪边？所以很多 TA 就是一半的伤害都是靠落石打的。靠落石打的吗？对啊。落石一千多吧。哦，那是很夸张。现在我们这个伤害这么低。太刀侠，魔刀，太刀侠。小心魔刀！你要怎么打我？争夺地盘，干我们是隔壁的。我不要过！哇！好晕啊！哇，我好棒！哦哦，我想干嘛？我看有人飞起来喽！你看错了。你刚飞起来那个有取消吗？有，可以取消。那是不是很爽啊？现在啊就不会崩了、啊。而且现在多了一招可以集那个气刃。哎、欸，他集红刃的速度就更快了。很扯啊，太刀。我觉得最快的应该是太刀跟弓箭。啊！又飞走了。他真的好会啊！他空兜哥，但是他取消了，就还好。没有空兜哥，你兜哥兜下去没有取消的话，那就是浪费一个气了。你说诱导建设在阿奇身上吗？我试过了，不行。Hello， 麻辣。Hello， 他就不能打队友啊，没办法、啊。那个兜哥就是你兜下去，他那一道画下去的时候，你那个就来不及取消了，来取消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爆桶，昨天我不知道怎么害死，我要先放。你对对对，你不能常按，你按一下就好了。你常放的话就是前期爆桶，会被你笑死。爆弹设置。然后我放不下哎、欸。Oh no！ 你常按啊，常按就是拿起，然后就可以丢了。哦，我就这样啊，然后有没有？靠，拿起，大雷光从大量出现，为什么？是谁的吗？可以丢过去是不是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稳重感，
八十八十。看我，炸弹不是我丢的。我觉得弓箭它没办法改太多，它这个机制已经变这样了，算是把怎么学？哦 ，OK， 他真的很讨厌我。这里看起来好危险，地上都电。是不是只是对他来说比较那个什么呢？好像这个他地上的电网可以取消掉，像那个瘴气之镜那样子。这个吧，不是以雷石，丢丢看，吸雷弹。有哎、欸，你丢什么东西？他刚刚地上旁边有个什么引雷石？引雷石，我刚有捡一颗。可是这个如果不丢的话会怎样？他是打你比较痛，是不是？全都是 A O E 伤害之类的。哎，别！他开大道给我们血，会灌笑。对啊。对。来提示你快死！额头上就出现了围，围，啊围围围，天哪！哎，死了，还好还好。我发现如果把以前打玩太刀的习惯用在这一把，好像会吃亏。不会啊？怎么讲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不是有七刃斩四下会集一个红刃吗？对啊。他那个我们中间会相差一个上捞的那个一个动作。他现在已经变了啊，他不是前戳上捞横劈的了，他已经改过了。对啊，我就是要改掉这个习惯。Oh, 我刚刚 一直都想要七刃斩，然后再上捞，我就完完全用不出啊。所以才叫你用蓄力七刃的啦、弓箭集中攻击之后的龙之意识有时候用不出来，我刚才也在问这个问题，他们说好像是、不知道是不是三个圈圈没有累到三级。我刚集比较久的话好像成功率比较高了，所以可能真的跟那个蓄力有关。有玉吗？怎么了？有啊，我打到三颗玉，然后两个逆鳞。Hello， 我是一个玉，两个三个逆鳞啊。我这边是两个逆鳞啊。我是四个玉，哎，四个玉，两个逆鳞。我觉得他这个暴率都是乱写的，我不信他正式版会这样。反正给你很好打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赞哦！随便送啊，反正三档啊。不过这个好像是上位素材，对吧、啊？正式版刚刚安妮才讲哎、欸，对，我就印象好像是上批，对、啊，我就印象中安妮有讲是上位素材。你的记忆力很好，我看那个好像有一些，他那右手边有些蘑菇会出现，然后他下面放一些道具，是代表党人会有这些道具的意思。他会带这个道具在身上。哦，有几率的而已嘛。像刚刚我们早早打的一个是蚕蛙，会带着那个雷光虫过来。我刚刚看着有一个什么，我们刚第一次打杀什么海什么龙呢？有带了一颗玉。带什么玉？他就带了一颗玉啊。火鼠哎。呀、yeah, ，还不能用拍照模式。对啊，不能拍照。哎呦，好想拍我的爱露猫。哎，这人是否有点熟悉？对，你看他说是那个集中模式的下一个第二个动作是要续到第三阶，然后还要命中伤口才会追击一个动作。哦，哇，不愧是我，没有伤口就不行了。
你是不是又变呐、啊？可是他不应该，他不应该是一定会锁到伤口才对吗？集中模式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的视角太偏的话也不会命中。所以他就只是，但是他还是会射出去。对，还是会射出去。就可能。你要稍微准一点。不一定追踪得到。对，就跟安娜打队友一样。嗯谁的脸变了？你呀、啊，我怎么觉得你的脸？这个是我 PS5 的脸。哦，对啦，难怪你看，对吧？哎，这是 PS5 的脸。我说你怎么变成熟了？这个是预设的脸。变成熟了。对啊，怎么变预设的脸？你最熟啦，你不要吵。对啊，你超真的哎、欸。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怎么了？来，你们看番茄的脸像哪个艺人？不要看我！那我画面都是你的。不要，怎么好看呢、啊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换片手键，举最举剑。哎，我试试看。这是只有片手吗？那其他的举盾的武器嘞？我也来换一下好了。不可以只有我被，不可以只有我受伤。还有什么举盾的？长枪。长枪。捅嘛，捅枪嘛、嗯，对不对？捅枪、啊。看看呢？是单手剑吗？嗯。我来试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真的耶。所以是哦。对，所以是片手的问题。为什么片手的盾比较重吗？不可以这样啊！换一下长枪试试看。要怎么举盾呢、啊？要怎么举盾？右边的第二颗，真的只有剑手会耶。右边的第二颗、欸，火术也拿去换。好丑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是片手的，片手的盾太小，啊，挡不住身体。用连挡是不是？用连挡。不行，我片手用，我片手挡起来，我这个角色老了十岁。哎、欸，你去看一下。长枪也还好哎、欸，太好奇了。盾斧是完全没有什么变化、啊。看一下你举完盾是不是像他？这是你们片手剑的问题。片手剑的问题。哎，笑死！哎，要怎么放大看自己的脸？我你只能贴墙壁。哦。贴墙壁哦。对，而且你举完盾变男生呢、欸。对啊，原本的脸长得像他爸了，好丑啊！怎么办？那片手剑会变丑，那应该没有人想要拿吧？所以在他这脸真的变很丑，他这次版如果不改回来，我就都不拿片手剑了。对啊，片手剑会死，人的样貌变丑，怎样拿？真的会瞬间变很丑啊！可是为什么呢？嗯，就跟那个啊数据的 bug 一样。不是，到底是谁会去发现这个东西啊？就是有人发现了。在举盾的时候，你还要看自己的脸呢。对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好可爱的、啊。打个双刀玩玩看。你说瞎子哦，有个什么瞎的是吗？不是，有一只猫带着一个骷髅头，然后骷髅头上面有两根毛的。啊、那个是骨质装啊。哦，这好可爱、哦。NPC 的猫吗？对啊，那个都有、啊。就这一。哦。哦。好可爱、哦。看，前期就可以做出来的、啊。不知道前期会不会就可以让我们做外观，应该是不会，不可能、啊。照官员来讲，外观这东西都是主线毕业才能做的。啊，你那天不是在捏的时候说什么？你为什么嘴巴那么突？对不对？我的数据啊，所有的，他为什么所有的嘴巴都突突的感觉？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有些数据没有调到。
它是你侧面看它又不凸，啊、然后正面看就好像嘟嘟的，就好像在对在嘟嘴。要不要亲我？它好像凸嘴耶，小夫。这只猫猫好可爱，好像要把牙齿的那个数据调成一。牙齿哦，牙齿还有灯条，没有把牙齿的就只有黄昏 啊？可以吗？就是它好像有一个数据会影响到牙齿的排列，然后我看到有人说不能调零，因为零的话你的牙齿会有缺牙的状况。所以一定要调成一，就是你的牙齿会不整齐。啊，你说什么五官立体的那个东西哦？嗯，哦，进村庄就23FPS， 对啊，就是所以我每次进村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出去啊。反正外面都可以吃猫饭。啊、为什么我的猫猫不会学、啊？学什么？你快来看我这里，这里这个 NPC 的猫猫。我去洗个杯子。你在哪里？我在，我看一下、啊、我在后面。对，这边有一个练大剑的猫猫。有。就自己的猫猫会跟他学习才对，为什么我的猫猫不学、啊？嗯，哪里有练大剑？这里有一只阿德斯，要学了吗？哎，我的学了，你们看得到我的猫吗？我看不到、欸。你觉得你看得到我的猫在学吗？我看你画面，看不到，我没有这只 NPC 耶、欸，好像没有动作。哎。我这边没有 NPC 耶、欸，那你找一下，你找一下，这是阿德斯在哪里？我的位置在这边、欸。阿德斯哦，你等他，等一下过来训练，然后自己的爱路会跟他学习。哦，他是母猫哎、欸，是吗？这就是母猫、哦、阿德斯。对话他，哎、欸，我的，他是我弟弟嘞，那是不学无术的小猫。原来他会跑来跑去。哦，有了，动了。去学。去啊。嗯。我在画面现在，他现在在砍 Annie 的猫。我分公母。啊，他不练了。很漂亮啊。怎么分公母、喔、跟他对话、啊、不知道了，声音很女生啊，我这也是穿女生的上衣是吗？对啊，你看你穿女生的上衣吗？对啊，女生是这一套啊，他这也是跟你男女混搭，很好看。对啊，你的脸帽确实蛮好看。哦，我懂你们穿内搭的叫黑丝是什么意思，这样就好像穿了丝袜。番茄就穿了丝袜，没错，丝瓜。再来随便打个什么，好啊，沙海龙丰收期，我们要拿双刀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说这只加好多，比较快乐。
那我帮你制造伤口。真的耶，我的 ID 有个87，讨厌。嗯，怎么会？我跟你讲，我的，我的什么？我的信用卡好像有两个87吧。然后我的存折，我的存折卡那个什么，提款卡也有一个87。然后我的手机电话有一个87。怎样？不知道啊，而且。真的不知道，真的很难过。要怎么玩？你换武器哦。那我试看青龙啊。哈？你青龙试试看，那个回复弹可以打地板。对你鬼人弹那些都可以打地板，然后补自己。变 A O E 补队友，还有自己。我看一下哦。切换模式，切换模式。这一代会不会被丢包欸？我要怎么换装？换成子弹？哇，我看安妮也是拿青。欸，但左边是显示双刀。那个 L 键。吃个料理。还是其实这个是番茄。还是我根本就没有带。你弹药没带吗？应该吧。你是什么？你是没有办法装填吗？哦，像没有陈老师那种别的弹药。梅子弹。梅子弹。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的闹钟。等一下。什么声音？哔哔哔。这声音还要说吗？是什么声音呢？卡比说要睡觉了。不是啦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要关台了，他不知道，番茄不知道，要开台了，不是，我们重点不是那个。你怎么每次联动都会少一个朋友？我们不好，然后我们有已经要回馈到下一次光遇的。活动了吗？谁？不是我！哇，你连少哪个朋友都不知道！哇，你真的要没朋友了、欸！怎样？帮你来搓搓，你要自己找弱点哈、啊。有了吗？弱点？快了！哦，你上去了。对啊。好了，还有一个，一发。哇！好打背哦，吐到这边来。哇！哇！我撞到地板下面，不好意思。这双刀真的是帅是帅，这个伤害真的是要把数字关起来。那叫什么？一顿操作猛虎，一看伤害只有5。哇，番茄哇！你看他在地板挖坑是女明星的，你掉下去了。没有，他在地板挖一个坑，然后在那个坑里面出大了。真的，他嘴巴一直有一个弱点，他好像。好，走，再见。
舔在沙里面的水鸳鸯还是继续插在他身上。哎哎，地板。哇！可以下去吗？可以下去吗？这怎么看都是。不行。哇，好快乐哦！但番茄受伤好快乐、哦。他一直在。咬番茄，他一直咬我。哎呦！想丢那个？小慧，咬了。解放没有踩到任何一招。我好多剑呢！哇！哇哇哇！我靠！还是那个伤口太高了，我跳不上去。嘴巴那个吗？还是脖子？他脖子上的那个，对。好，终于跳上去了，兄弟。手短腿短的双刀。好了好，不要打队友了你。我不好意思，我松不了刀。我知道啊。他头上有个蜡烛哎。生日快乐！所以双刀现在除了伤口是没有办法兵长刷一遍的吗？还是可以滑坡啊？哦，就没有办法自己跳上去了。嗯。哦，那火腿会有什么状态？什么状态啊？好湿而已。知道，好像还不知道就好湿。水，你要赶快滚掉哦，不然你的太刀会从手上滑下来。滚掉！他的头上一直有一个蜡烛，好好笑、哦。他当角色啊！哈哈哈！我如此攻击被斩落法杖。他会在20秒的时候开始锁，然后那个 buff 也是，就是比如说，你笛子队友给你吹了什么奶回之类的，你也可以跟他说准备再吹。哦，那很方便，对吧、啊？我以前装血量 mode 就是为了看那个。哦，好爽哦！天哪！哦，他读到滑下去，我好了。我觉得双刀了之后可以做装备，应该还是快乐的。可是他这个追踪剑这样子也太
也太效果也太大了吧？嗯，太地板，太好笑了。期待之后用那个贯通功。哦，贯通瓶，很夸张哎。让我下去。快打那个柱子，打那个柱子！对对对对！哇！七百二，好棒！来来，喂，回来！好快哦！还在下雨，黑珍珠。我都挖不到钉哎、欸，奇怪！快乐双刀，双刀的伤害好低呀、啊，伤害。终于有我，没办法、啊，肢体终于有点实感了。实感？什么实感？就是死掉的话可以踩上去，有点真实的感觉。以前要直接穿过去啊。嗯，没办法、啊，可以钻进他，看他，看他里面。啊，就现在看不到。想要挖他的鱼，就从屁股挖。玄学。他挖人家的宝玉是不是？没有错。感觉大剑打的速度变快了。大剑吗、欸？对，大剑也是 buff 的棋子一样。你想到大剑，就想到你的风龙的下颚。不是大锤吗？那大锤、啊？那是锤吗？哦，那我记错了。你在以毒乱回呢？没有，记错而已。哎呀哎呀，点成快速开始。快速开始是只有我直接出发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然后我们，我们后面再补上去就好了。嗯，承接任务，立即出发。我现在玩起来感觉弓真的很愉悦，很爽，很爽，对不对？他弓完全不是跟以前不是一个玩法。就一直在看自己诱导键好了没，集中模式好了没。对。他读取有点久。别说了，你们刚刚已经在吼叫了，我还在读取。安妮好像很期待和凡青一起睡觉，差不多要睡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。你是宝可梦吗？对啊。难道是你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取出。它这个录音笼可不可以改成，就是我按一个什么键，它才开始自动导航？按上啊，按你不跑就有时候我坐在上面，还想做一点有的没的，它就一直在想要带我去做任务。那你就按个下，方向键下就好了。按下，按下它不会动了，对，它不会动了。我的录音笼还在动了，为什么？啊，你有没有？你设定有调吗？类型吗？看一下、喔、我的录音笼。你也可以让它停下来吗？对啊。就有想，有时候我想让它等一下，它就很着急的说：“走走走，带你去打龙。”我的录音笼根本静不下来。我的录音笼手动操作是类型二。类型二。只有推动时会前进。对。哦。
欢吃饭。哦，这样比较好。对啊。哦，对，类型二比较好。没错，推荐大家。让我下来，错龙。让，对，我有时候一上来他就开始一直很着急的要出发，对。对，你干嘛啦？走开啦！我刚挡着会挡到那个动画会我吗？啊？不会啊，不会有动画。这样挡着动画会有我吗？会有什么火？好，试试看双刀这只。弓有点无聊哈，弓就是。对啊，就是玩久了。哎，手有点痛。这个人在我旁边在干嘛啦？其实你声音好听啊。我要前进一点啊，他们在那边。哎，走了，换区了。所以之后还要抓色尾的小怪。抓。简单啦，现在不是望远镜吗？抓那个色尾的后面那个草石龙。太远了吧，越远这是有点远。而且你类型二的录音龙是你要一直推着蘑菇吗？不要啊，推一下就好了。我的为什么就会停下来啊？啊，真假的？在蘑菇头那个 RT 呢，右上角那一颗，因为我看右上角有一个集体的那个标示，你看那个集体有没有？集体。啊，我点上下就好了，哎，这样不是那个吗？这个是自动导跟上座骑。好，可是我刚按下也没反应到。哦。要再按一下上方向键。对。啊，它这次设置也太多了吧，看不懂。手双刀打这只会不会出事啊？你就要修脚趾。修脚，修指甲。这是一坨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可以爬上来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下来喽！再来上来吃肉。一百。哇哦！太帅了吧！我被天上的雷给劈到了！哇，他被自己劈到是不是？八二六哎！哎呀呀呀！太远了。哎，游戏断线了。哦，正在创新地方终止报告。啊，我最近有看到人说有闪退情况。有啊。你是闪退还是断线？应该是闪退。你觉得你游戏没了？哦，游戏没了。来，我们先来测试看看回不回得来。哎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啊，我不知道。你试看看，试一下。是显卡记忆体爆了，显卡记忆体爆了才会这样吗？那我记忆体不爆。
你看看你的，你看看你游戏设定那边显示多少。你在标题页面的时候好像可以打开画质什么设定的是哇哇吓死我。然后你看右上角会显示游戏的记忆体占了多少。我还找不到开哪。你现在标题了吗？正在进入标题。你进标题之后标题那边的设定看看。那我基本直接只有三个字。哇，好恐怖哦。哼，啊，相当花里胡哨，打出来都是26。设定哪里呀、啊？设定，你看一下什么画质，右上角多少了？哎，怎么变色变工具？刚才也才6.20，所以没有爆。没有爆啊，还是你的电脑的 RAM 爆？哇哦 ！RAM 的话是31.75 G B， 应该是 RAM 爆。对，我刚刚在突然变武器了，好奇怪。你是按到左吧？上力，你故意的？对啊，上之前按左也会。我这版的笛子真的比世界好玩多了。番茄进入大厅。你进入大厅，等一下看看任务可不可以。喂，我要上去空运，因为我不能邀他来。不行，我没有手段可以进入。没有手段？任务板呢？讲任务板。蓝鬼有多久？哇，10秒。半分钟？10秒？嗯。找不到任务，连接成员任务系统了。我看看哦。怎样？他想杀我！我直播是个吹笛的。我腰了，你看有吗？可以，可以哦，这也可以接回来任务。他可以从大厅里面再接回去，他会把。他好像会把那个好友在的房间显示在第一个样子。哦。什么好多一？一阵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伤害全是一。现在等待任务队长许可。许可？还要许可？许可。是吧？哇！任务队长许可我进去。你看任务队长差点死掉，等一下。有了，进来。那我们也是真的。有了。他在这个鬼人乱舞要打3遍。那就是要让人家死啊！让人家死。蓝鬼只有10秒哦，天哪！很没成交的任务。回来了。哇哦！哦哦哦哦！谢闪。没事。你们世界的那个一圈的那个笛子的那个叫什么？
走进去吗？就是要想你的话，就是一般的月色，它是额外衍生的，它冰原彩冰原哎，从、欸、冰原才有吗？冰原家的吗？我也不是哎、欸，好，晚点再开来看看。反正它就是一个额外的月色。我还是觉得它的瞄准，就是自动锁那个怪的那个很怪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怪。我是要还是要拨我的蘑菇头去看，看怪物。我才刚来。我才刚来。我才。嗯。Tomato Tomato 都可以，看你是讲英式还是美式。番茄觉得自己是 tomato 还是 tomato？ Tomato。tomato 听起来我觉得比较顺。喂，他老家，我来捡一下那个石头。这石头在哪里？哎呦哎呦！飞扑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所以我是不是丢了那个吸雷弹？他打的雷就没有办法，面积很大。我会说好玩，是因为他不是吹完三个月色吗？他每吹一个，中间还可以再就是额外加一手。跟他说额外再攻击一次，他吹一次可以攻击一次，吹一次攻击一次。世界的话就是要三个吹完才能有动作。哦，所以他是等于是说你在吹的时候也可以，对，有也可以打人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遇。如果想去他在头上，我吹完三口气，我等于是打他六下。不是，你这个不要倒，这对你来说太痛。你说你笨是，金钉子，反正就我在哪里？哇！一角度居然被打到，哇！我真看不到自己，空。哎，感谢胡子揪团，胡子玩到哪了？感谢揪团。哎。哦，有效。又倒了。嗯、哦，我要去砍你吧。砍，有菜刀，有第一次在打一个。我原来是有弱点呐、啊。体验玩完了，爱喜欢玩哪一把武器？肯定弓箭吧，弓箭太刀。追不上。我不能。已经哪里？这样，还是玩水的蓝鬼还蛮容易触发的。我跟你讲为什么吧？是因为你的回避性能吗？哎呀，我原本没有想要自己推销啊，可是真的差很多哎、欸。
是有差，我刚好特意去蹭你的那个响应。对啊，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弓箭配这个在吗？有些龙吼，龙吼老实讲不太好躲，它变得差好多的。哎，他，我这个他的口在比较高的位置，我真的跳不上去了。干嘛？哦，他刚是抽蓄了一下。对，还是安妮坏的。安妮断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在。他跑走了。对，在。再回归狩猎，有呢。我觉得真的，我可以狩猎敌破荒影。另一个嘞？另一个你啊？哎，你是武器吗？最好用的武器。对啊。我只负责打出破绽给他打。我为什么一下来着？另一个哦，就一样吧。我那时候不是说棍子跟弓在挑气氛组的？对啊，一个放烟火，一个跳舞，过动。他这个视角真的，哇！看，我来唱回去信了。我想，如果他到时候真的可以两把武器一样的话，我就是一个补敌，一个输出敌啊。对不对？一个敌，一个什么？一个吹攻击力大，对啊，一个吹耐性回复之类。他怎么又回去了？天哪！那魔很会跑，对啊，崛起够会跑了哎、欸。蓝鬼是蓝鬼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蓝鬼啊。蓝鬼。现在又回来了。欸、他睡着了。哎、啊欸，这次换谁丢？我记得把丢看。啊！但我好像没有带炸药桶。你可以去捡一下炸药桶起来。你可以丢我们的炸药桶。有。这一个爆桶是80哦。嗯，睡觉的话是160。我站这里丢会不会太近了、啊？不会啊，会炸到自己啊。把你自己炸死可以哈、哦。对。按滚动吗？对，滚动。先看看。哎、欸，收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收起来了。你是长按到、啊？再来，按一下就好了。还是长按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啊，很重哎、欸，武器、哦、很重哦。有了。哦。有伤害吗？没有伤害。为什么只有280啊？因为那是你的。为什么两个八十？那是你的。哦，那是我的。对，看到队友。看到队友的。嗯。哎、欸，以前不是可以吗？对啊，以前可以啊。哦，只看到自己的80。好好，为什么？不懂。掉。这是修脚功哎，真的。我在瞪哪里啊？你在瞪哪里？你在瞪谁？我刚才瞪空气，我可以瞪到日，好笑。哎，还敢瞪空气啊？没有关系。哎，死了吗？他死了，献祭了，番茄。啊，番茄死了、哦。对，他刚刚被他瞪空气。
瞪空气瞪死了。我发现这一把猫车更不友善。这把猫车很好笑。你在哪里啊？他回营地了。我看一下你被送去哪里了。哦、我现在点不开地图哎、欸，对啊，除非结束了。这把还叫猫车吗？它是龙车了吧？龙车？哎、欸，你是有坐猫猫推的车，还是被你自己的猫猫丢地上？我是被猫丢在那个地上，然后被安安家水这边泼一点水给我。安安哦，那个就是自家猫猫哎。啊。五子单挑两个黄雷哦，好猛哦！那这颗很可能看完美融合在一起，那就可以耶，就我拿第一只打黄雷。谢谢古小弟的追随。对，我刚刚爆桶还是爆80，没有160。谢谢右手三分的追随。哦，逆流。我刚刚有看到上一场我有丢有到160。双刀好难用哦。又要换了吗？伤害好低。二刀流、狩猎十一、录音龙武器带切换次数三次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也要讲？好了，我这边先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好。好。你们要继续吗？我们也可以差不多到这里。好啊。好啊，这个游戏期待正式版，还有一天。这次版日期这种28，主要是2025是吗？28刚好，对吧、啊？可以在家玩的日子。我不行，你不行吗？他全年无休。哎，你28排休假。对吧？你说台湾很重要的日子，应该说全球很重要的日子。猎人家。对。啊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吧，今天。好啊。然后辛苦了，感谢啦，感谢。感谢胡子揪团，再感谢一次。你也全年无休，你也快休了吧？对吧、啊？哎，我觉得没有。我跟你讲，笛子真的很强哎、欸。那先吹这个嘛。你看我这强化对不对？就是你看吹乐器哦，这是一般是这样子吹嘛，直接这样绑一下，绑两下，绑分下。啊、这第四下是延伸吗？但是现在变成这样子，你看哦，吹一下，第二下，第三下，第四下，第五下，第六下，这很扯哎、欸！所以我已经可以打六下了，再加上响玉的三下，再加响玉的六下了，我等于是打12下哎、欸。所以我就很期待之后荒野的那个，这样吹出响域后，如果在里面是加回血啊，或是加一些有的没的话，那这个就很有用了哎、欸。已发动，回避性能跟速度提升。其实我不知道响域后面会不会改其他的啦，因为现在这个响域的效果是回避性能嘛，跟速度提升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大家。YT 的林真真安安，林国宏安安，要修了啊！还有感谢 YT 花音的三年，哇胡子，哇哦，我要把你反击了。哦，胡诺在开台。拿远程，哇哦！什么人？
哎、欸，马同学还在不在？马同学，你不是还有两？哎、欸，你换总共换了几张？四张图了吧？你再把两张贴给我吧，我这两天画一画。我今天尝试画了一次那个别那个谁米奈的图，就发现我的哎、欸、我的 SAI 画完之后，我要丢到 PS 去备，就发现找不到档案哎、欸。哎，好啦，大家晚安。